本侯正忙着呢，来者何人？张公公别来无恙，不知散播可疑丹药之人可是公公您？如今证据确凿，何从狡辩？原来已经沦为妖魔。你这无礼之徒，本侯府邸岂容人说来便来？既然不请自来，本侯就收下尔等之气吧。是钱财、宝物、女人，是丹药。那边分你一半。有了这些，要筑起万世之业，也非难事。有人抢先一步，从今往后这天下定将更加混乱。若此乃天意也罢，曹某当奉陪到底，
直至扑灭战乱之火。眼下大汉天命飘摇，内外交困，将来只怕不知会有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既如此，曹某当为国家讨贼立功，还天下以太平安定。英雄莫问出处，贤才不论清浊，而若欲建功立业，曹某当显出相迎。看我等如朱雀一般浴火腾飞，直冲云霄。战事已尽，必须逃离京师，募兵备战。孟德，就等你一声令下了，该到我等乔沛子弟大显身手之时了。